嗨，小朋友们，我是阿小姐姐。今天我们来制作美丽的包包，噔噔，就是这个玩具，上面有好几种包包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哇，每一个都好好看呀！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吧。OK。哦，这么多的材料，我们看一看，这有深粉色的、浅粉色的，还有这个紫色的、黄色的，这还有这个蓝色的，哇！再看看这边，这个是包包上面的装饰品，上面有蝴蝶结、小星星，还有五角星等等，啊，很漂亮。这里还有一个金属的装饰品，它就比较大一点的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制作包包的袋子，每一个都不一样哦，哇！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紫色的透明的盒子，它也是收纳盒，可以把这些材料都放进去。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们制作第一个包包吧。Let's go！ 噔噔，都是阿小姐姐喜欢的粉色。这个是包包的底部，我先安装第一面，是这个大的，装好了。然后是第二面这个小的，装在这里哦。OK， 第三面是这个大的。接着是最后一面，小的装上去。哇哦，呵呵，接下来把这个深粉色的装在最上面。OK。然后按过来，你们看，包包的基本形状就出现了。现在我要装一个金属的装饰品，选一个这个漂亮的蝴蝶结，把它装在这里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再装两个小的蝴蝶结，这个白色的。它装在包包的正面，这里再装一个，哇，蝴蝶结的包包做成功喽！嘟嘟，哦，好漂亮呀！接下来是第二个包包了，我要选择两种颜色，黄色和蓝色拼在一起，开始吧！哦呼，这是黄色的底部。把第一面黄色安上，好了，再来安蓝色的第二面，也安好了，又是黄色的哦。OK， 最后一面蓝色的，哇哦，还不错哦。选一个金属的装饰品，这个吧 ，OK， 这个圆形的放在这里，哇，很好看哎！再选择一个蝴蝶结，几个小珍珠，好了，把它们安上去。蝴蝶结放在这里，小珍珠放在旁边。这边也放一个 ，OK。接下来装上包袋，这个袋子选择这个颜色的 ，OK。现在要把袋子安在包包的侧面 ，Let's go。OK， 安上另一边。好了，哇，真的好好看哎！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想要得到它呢？接下来就和阿小姐姐一起动手吧。第三个包包，我想选择三种颜色，粉色、蓝色和紫色。我们要开始喽。包包的底部是紫色的，然后安上第一面也是紫色的哦。安好了，第二面是深粉色的，
按在这里。OK， 第三面喽，是蓝色的。按好了，最后一面是这个小的。呜呼，最后把这个紫色的按在上面。基本完成，现在我们要加上装饰品喽。把这个金属的爱心安在包包的前面。OK。哦，安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再安四个小的爱心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装好啦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紫色的袋子装上去。Let's go。安装在侧面。好了，还有另一面。哦，好漂亮，快来欣赏一下。嘿嘿，我太喜欢我的爱心包包了。小朋友们，那接下来是第几个包包呢？没错，第四个。那我就选四种颜色，粉色、蓝色、紫色还有黄色，开始吧。选粉色为底面，然后安装蓝色的这一面。 OK， 再选黄色的安上去，可以啦。接下来是紫色的一面，最后一面喽，是这个黄色的，安上来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装上蝴蝶结，咚咚，然后是白色的蝴蝶结。哦，还有这边也要放一个。 OK， 再放紫色的小心心，第二颗，第三颗喽，最后一步了，把这个袋子装上去。OK， 先装这个侧面，还有这边。哦，成功，快来欣赏一下吧。接下来就让我做的四款包包集合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哇哦！制作美丽的包包太有趣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要加油，和我一样变成手工小能手。对了，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